你第二電腦多啦，因為真係咩啦，咁第二我哋開始check係點樣check啦，咁你開始攞手腕咁樣上嚟，呢一雙頭後面呢個依個叫原裝位，咁第二呢，一個咁上呢上嚟，電腦隔離嘅耳仔，呢個都係叫原裝位，咁你睇返你右手啊，咁咪你呢個一貼咗落去呢，就係呢個手上有少少唔舒服嘅，同埋呢個邊皮上呢度有少少保險貼啊，所以影響到，咁呢個問題咩問題影響呢？對電腦。 所以頭先講頭先個對電腦就係咁，依家出咗，你睇下點樣整啦。第一，嗱，我嗱依個撳你啊，我唔會考你，我唔會啦，我依家嘅今日咧就其實DIY。咁我，OK，已經做。嗱，教你點樣做啦。嗱，再試一下。啊，拉毛毯啊。所以如果你見到咁樣做咧，咁咧喺個電視機上高啦，咁好簡單嘅，你就攞你個手指，係咁樣行下，擠響個長高咁樣。 咁樣你就可以擠咗我哋呢個指骨啦，係個指骨呢度，呢度低落去，咁同樣兩隻手指咧，嘴用下擺用，盡量推到高高，推到高高，如果手指短咧，師傅，手指短咁加長，差得唔高啊！咁樣嗱，咁因為你推咗上去，點你睇到邊皮咪一條直線咗嘅，咁我要開始你轉左，你要頂住，就係頂住一轉左。 嗯，系啦，嗱啱咗，再轉右，再嗱嗱轉，嗱聽讀讀兩聲嚟，嗱聽完啦，再轉翻去右邊，嗱滴嗱，咁你依家轉落去呢度，一上你一轉嘅滴讀聲啊，咁好簡單啦，咁你睇下噔噔嗱搞掂，我再撳翻你依邊，嗱嗱咁樣撳啊，再撳翻你右邊，咦，嗱依家撳落去。 舒服咗嘅喎，係咪舒服咗咧？其實原因係我頸椎，因為你講突成嗰啲嘢七節骨嘅，所以四個骨咧係住咗喺左邊，所以你一推翻正，拗翻左右，所以好多人轉頸唔係OK，轉左轉右，因為幫唔到。你個頭好高，好高好高，你一轉，啪，呢個聽個聲，呢個聽啪一聲咧，咁你又睇到有分分，所以我撳好多牌。依家咧就舒服咗，因為其中一個 DIY， 如果你做得多咧，啊，因為佢幫助咧深澳路藝咧，頭邊毛痛咧最其實，如果你唔理佢耐咗。 成啊，即係講嚟嘅磨磨磨磨十多，佢變成頭痛，可能真係唔舒服。啊，依家舒服咗啦。